很高兴能够在风光明媚的比利时海滩跟大家见面。这次的来访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第一次来到罗斯岛。Taiwan remains our best friend, not just a friend, but our best friend. 另外，要开始新建的公园也有一项特别的巧思，就是把两国小朋友彩绘的国家图像制作成马赛克壁砖。未来，这个崭新的公园将成为我们深厚友谊的见证。我要谢谢哈里斯总理阁下以及各位好朋友的热情接待。我不仅饱览了尼维斯岛的美景，更让我感动的是1983年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独立建国的时候，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友邦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很高兴两国能持续成为彼此信赖的合作伙伴，互相见证民主的深化以及经济的成长。另外，我也要谢谢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让更多国际上的朋友能够看见台湾不但善尽地球村成员的责任，更有能力为世界带来积极的贡献。展望未来，希望总督阁下继续给台湾最大的支持，让我们两国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做出更多的贡献。大家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吗？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敬请期待。